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双色台语安尼写，双色台语教电工，双色就是高傲神气、作威作福的样子。伊存真多，亲戚朋友拢来甲巴结，借钱当色，无怪伊咧双色，难怪他在高傲神气。台语文工作者曾文良老师针对双色有记一个例，看伊迄款双色型，就是要甲站落去。看他作威作福的样子，真想踹他一脚。还有一句华语的流行语，有钱人就是任性。并且一个真专业的社团叫做台语社，讲这句台语就会当翻作好野人就是双色。双色上要另外一个音长，头毛长长，就是头发乱乱的不整齐。有一句俗语，有钱金荡荡，无钱毛啊长长。有钱就落海跟他头抹油，把头毛洗得油光啊油光，运动运动。啊，无钱吼，只好记载伊去，把头毛洗得乱乱长长。看出来意思就是爱积好来牛，唔通有钱的时阵量上开，无钱的时阵才好好叫。另外，阁有一句俗语：海跟啊落金金，无钱通结点心。是咧讲人，敢那有华丽外表，实际上是一个空壳，无实力，无内涵，啥物钱、啥物本事，拢提袂出来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双色实在真趣味。